从小渴望在天空翱翔的嘉豪，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，加入了空军学校。同样向往飞翔的欣儿，常常透过小王子编织出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。在一场毕业舞会入边，嘉豪深深地被欣儿吸引。正当两人稳定交往之际，欣儿却因为双眼逐渐失明，不想成为嘉豪的负担而要求不再见面。深爱欣儿的嘉豪不愿意放弃，即使感情和受训的压力令他迷失了方向，他仍然鼓起勇气，决心带领欣儿走出黑暗的世界。两个人一起飞往梦想的彩色天际，每个人心入边都有个无法放弃的梦想。今期天下中环谈，我哋有幸邀请到电影《上飞》的导演李刚嚟到我哋嘅节目，同观众一起分享佢嘅《上飞》以及佢无法放弃嘅梦想。敬请关注天下卫视粤语台星期六晚7:15播出嘅《天下中环谈》。